大家好，我是 Sarah，今日要介绍一个康宏广场15楼14至15号室嘅单位，尺数咧就系4284尺，位置咧就系科学管道1号，交通非常方便。大厦隔篱咧系一个巴士总站，大厦咧可以接驳行人天桥，直达港铁。又可以搭海底隧道往来香港同埋九龙，景观呢就系望返理工大学向北嗰边嘅尖沙咀嘅远景。康宏广场嗰个 lift 咧系非常之方便嘅，分别高层有6部 lift，低层咧有8部 lift 咁多。大厦嘅设施咧，除咗有公共图书馆之外咧，有3层咧，就係停車場。停車場咧可以俾貨車同埋私家車駛入去。高層咧係有一個上落嗰個客區，係方便嗰個人客上落私家車同埋的士。好，我哋而家入去望一望。嗱，呢個係一個好寬闊嘅 reception 嘅位置。一開始咧係有一個接見室，好，咁我哋而家入門口向左手邊睇起。嗱，你見到一入到去咧，已經係有好多 file 櫃嘅。嚟到第一個工作室，好，工作室隔離咧係一個 pantry。咁有晒微波爐啊，各樣。Pantry 隔離呢係一個 server room。好，仍然都係向左手邊嘅 server room 隔離呢係一個會議室。會議室呢非常寬敞，可以坐15至20個人。好，呢個呢就係一個經理房，非常寬敞。經理房呢，我哋行返出去呢，望一望。咁隔離呢個呢就係老闆房。老闆房呢就係好清楚呢睇到個景觀，望返理工大學。同埋尖沙咀嘅遠景，跟住呢就係一排嘅工作嘅房間，嗱呢個就係第一個工作房間啦，第二個工作房間。第三個工作房間，第四個工作房間，最後呢個呢就係雜物房。咁我就數過啦，一共呢有12間房咁多喎。嗱，我哋而家睇睇嗰個大廳嗰度。大廳咧係一啲職員嘅工作嘅位置，工作嘅位置咧就有16個位置咁多。咁天花咧亦都係做好晒㗎啦，地下亦都係有好企理嘅地氈。如果要租入呢個單位咧，可以講係即租即用；如果要買入呢個單位咧，亦都係屬於一個有裝修嘅自購物業。好，我哋行返出去 reception。大家係咪好鍾意呢個單位呢？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歡迎隨時打電話俾我，92793662，92793662，中原地產啊，Sell a Lot，唔該。